Hello， 小哥哥、小姐姐们，你们好呀！可以帮我点个爱心吗？我今天是第一次。我在那边看挺长时间了，加个微信呗。那你等我一下哈。我操，没看出来我是男的呀！名人不说暗话、还好意思叫自己名人、几个人认识你啊、你几个粉丝啊？名人就是个人名、我错了行不行？不行。哎，牛逼男，咱俩干一下行不行、打你还用得着当面吗？啊？ You got that big big bubble gun, better keep my mouth shutI'll just watch you do your thing, sipping on that pink champagne, yeah.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，随时都要一起，我喜欢爱你外套味道，还有你的欢愉，把我们一喂，老公，我到了。到哪了？我没看到你啊。就在你前面那辆棕色的宝马车里面啊。宝马车？啊。你是谁的？我朋友的车啊，你别问了，你赶紧上车吧。上去了上去了，等一下看他怎么被人家给撵下车的。咦，咋还没下车？不行，我去看看。刘忠宝，好啊你！不是媳妇儿，你不是。哼。你怎么一般不行了？已经给过媳妇。我妈不让我跟你玩，你走吧。那可以刷卡不？可以。你可以试着刷一下。哥，我回来了。哎，这个同学不错啊。啊，回来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好朋友林凯。节奏，这个年纪的我们更真啊。妹子你说笑一笑，你干嘛当妹子吓得一句一脸？
你能不用嘴碰杯子就把水喝进去吗？能啊。来，你试试，我不信。确认过眼神。